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阿凯的新频道。这期影片我会继续介绍6月份的下半部更新内容。首先是6月19号更新的新高难度副本。这次登场的新高难度副本是 DFS 的 Rank 2副本。有关这个高难度副本的内容，我之后会额外做一期影片来进行介绍。接下来是6月19号的 Mission Pass 的更新。以上呈现的这一些就是第33季的 Mission Pass 所可以获得的奖励。接下来是6月19号开始，所有武器的强化会额外增加 90% 的成功率，装备的等级突破、潜能突破以及复合武器的费用会获得折扣，特殊能力以及预设技能的成功率会额外增加 5%。 从20号开始，每天完成特定的任务可以获得两张特殊刮票造型时的刮票。撃っていいの？撃たれる覚悟のあるやつだけだ。接下来是6月19号一系列有关合作对象鲁路修的一些合作活动。顺带提，这一期的合作对象的贴图是有附加语音功能。接下来是6月26号一系列有关巨大化变异体的任务。这次会出现巨大变异体的地区是在冰山的中央以及冰山的西部区域。在击杀巨大化变异体的期间，也会出现稀有怪扭蛋王。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所有内容，如果有任何补充或者想法的话，欢迎到留言区留言。我们下期再见。